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7页第三行啊，第三行啊，从观世音菩萨告梵王言啊，这段开始。好，我们上一段经文啊，学习到大梵天王啊，听观世音菩萨说完大悲心陀罗尼咒之后啊，接着大梵天王啊就代表大众啊来请问观世音菩萨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神妙章句啊它的形貌状相啊，大家呢啊很想知道啊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它是什么样的形貌啊什么样的相状啊，这个昨天我们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今天这一段呢啊接下来就是观世音菩萨来回答大梵天王啊请问的啊这个问题啊。我们看经文，观世音菩萨告梵王言：汝为方便利益一切众生故，作如是问，如今善听，吾为汝等略说少耳。到这里是一段啊，那么这一段呢就是答应啊大梵天王的请问啊，这个观世音菩萨呢答应大梵天王啊请问这个问题，那么观世音菩萨告啊梵王言，这个告就是告诉，这个上对下讲话呢叫告啊，我告诉你啊，这个是上面的人啊，长辈啊，我们的上司啊，领导啊，那么对下面呢讲话呢叫告啊，那么下面呢对上面讲话叫伯啊，这个我们前面呢、啊、看到呢大梵天王啊，他对观世音菩萨讲话请问问题啊叫博言，那么这个地方啊观世音菩萨回答呢叫告言啊，那么这个是佛门的一个礼节啊，一个礼节。那么观世音菩萨告诉大梵天王啊说，你为方便利益一切众生故啊，那么这一句经文啊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这个大梵天王啊，这个问题啊，不是他个人的问题，啊，而是呢，大家的问题，啊，他请问这个问题呢，是为了方便利益一切众生故，啊，所以他这个请问啊，属于利要有请问。属于利要有请问啊，不是他自己不懂啊，他自己明白啊，但是呢在会大众啊有很多众生啊不明白啊，所以他为方便啊利益一切众生这个缘故啊来请问这个问题。那么众生啊，当然包括我们自己在里面啊，我们大家呢啊，很多同修也都念过大悲咒
啊，像我们洒净仪规啦，啊，都会念大悲咒啊，包括放生啦，也会念大悲咒啊。那么对于大悲咒的形貌状相呢，念大悲咒的人很多，但是知道的人啊，真的并不多啊。如果我们没有学习这部经典呢，啊，那么真的也不知道。所以这个一次的讲座因缘啊，那么这个也是为了这个原因而发起的。念大悲咒的人很多啊，但是呢，知道大悲陀罗尼形貌状相的人不多。如果你没有学习这部经典啊，真的也不知道。包括我们自己呢，念了很久了，也不知道。因为没有学过这部经，所以不知道。因此啊，这个大梵天王啊，也是大慈大悲啊，他是为了方便利益一切众生啊，来请问观音菩萨这个问题。换一句话说，就是代替我们大家问的了，我们不明白。或许叫我们去问，我们也问不出来。观音菩萨来了，我们不晓得该从哪里问起。这是大梵天王啊，慈悲带大家啊来发问。这是利要有情问。所以观音菩萨讲啊，作如是问。如是问就是你这个问这个问题啊，这个是利益众生的啊，所以做如是的这个发问啊。那么下面讲啊，如今善听啊，这个善听两个字非常重要啊，这个也是关键性的字眼。这个听经啊，每一个人听的心得不一样啊，体会不一样，有的善听，有的不善听。那么不善听的呢，就听语言文字啊，听了之后呢，那么记在心里的啊，都是语言文字啊。那么这个是听一个表面的。那么善听的人呢，他深入意味啊，他可以深入啊他那个义理。他有悟处啊，听了之后呢，他开悟了纵然没有大彻大悟啊，没有大悟啊，那也有小悟啊。听经啊，主要啊重点在悟性啊，这个古圣先贤教学呢，很重视这个悟性。那么现代的教学呢，跟我们古人啊佛门传统的教学不一样啊，现代的人重视呢常识、知识啊，重视知识。特别学科学啊、技术的啊，那这一方面呢属于知识啊，不是智慧。那么悟呢，才能开智慧，开悟啊就是开智慧。那么开了智慧呢，你才能佛用啊，才能解决问题。你不悟呢，这个问题很难解决。现在科学呢发展啊越来越尖端了啊，但是呢跟着呢问题也越来越多了，科学家也束手无策，也没有办法去解决。那这个问题啊，就是西洋人啊重视知识，他不重视悟性
那么在东方传统的教学呢，它重视悟性，啊，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啊，那么现在人呢，他都向西洋学习，啊，学习这些知识，啊，但是不开智慧。啊，学习知识呢，变成世智变聪，啊，世间的聪明智慧，八难之一，遭难了，啊，他这个开智慧呢，有了障碍了，开不了智慧，啊，这个问题呀，也是非常的严重，啊，所以我们听经啊，要善听。啊，要懂得呢弦外之音，啊，不要在那个语言文字里面去钻牛角尖呐，啊，去那边钻了，啊，钻了半天了，钻不出来，啊，死在言下，啊，那这个就不善听了，啊，这个听经啊，啊，不开悟，啊，所以古大德呢，对学生呐，啊，有悟性的学生呢，特别重视。因为他有悟性，那么认真给他培养，那么他有可能成圣成贤。啊，那没有悟性的呢？啊，那可以培养到君子，啊，做君子，啊，那么成圣贤就达不到。啊，他最高可以给他培养成一个君子。那我们学佛呢，也是一样的。啊，你这个不开悟啊，你就成不了活菩萨了。啊，这个有障碍啊，所以要善听。这个两个字呢，非常重要啊。无畏汝等略说少耳啊，无就是观音菩萨自称的啊，就是说我啊为你等啊，包括我们在里面的啊，略简略的啊说少耳啊，就是能说出来呢，就是很有限的啦，很少啊，大略说一说。那么说少啊。你要能够举一反三，以此类推，啊，由少而多了，啊，这个我们学习啊，要懂得这个原则啊，要举一反三，啊，那这样啊就有悟性了，啊，那不懂得举一反三呢，这个就很难教，啊，这个在儒家孔老夫子他就不教了，啊，这个学生啊太笨了。啊，讲一样就知道一样，他不会以此类推，举一反三啊。这个学生他不教。那佛呢，大慈大悲呢？啊，这么笨的学生还是教，还是很有耐心的教。啊，这是我们要懂得啊，举一反三。啊，闻一知十啊，在佛门里面讲，一闻千悟。啊，虽然少啊，但是呢，它这个少涵盖多啊，所以一即是多，多即是一。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观世音菩萨言：“大慈悲心事，平等心事，无为心事，无染浊心事。”空观心事，恭敬心事，卑下心事，无杂乱心事，无见取心事，无上菩提心事。当知如是等心，即是陀罗尼相貌。汝等啊，汝当依此而修行之。啊，那这个观音菩萨呢，把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神妙章句啊，他的形貌状相啊，啊，大概说出来了。啊，那么举出几个代表，
第一个是大悲心事，啊，就是什么叫大悲心陀罗尼经呢？就是要有大慈悲心，啊，这个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这个才叫大慈悲心。那么大慈悲呢，是利益众生的。慈能娱乐，悲能拔苦啊！啊，特别我们现在这个多灾多难的时代，啊，想到观世音菩萨呢，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那么我们念大悲咒啊，希望得到感应啊，当然啊，我们也要发心呐，啊。学习观音菩萨的精神啊，观音菩萨大慈大悲啊，我们也要学习啊，大慈大悲啊，那这样啊才有感应。那么这个大慈悲心列在第一个啊，我们一般呢，啊，念观音菩萨呢啊，南无大慈大悲。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啊，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么念，啊，大慈悲心，啊，那么这个大慈悲心就是他这个修行正果啊，果地上利益众生的作用，啊，他自然啊就是大慈悲心，啊，这个三十二相啊。啊，不是三十二相，三十二应啊，三十二应身，那就大慈悲心呐，啊，具体的表现啊，应以什么身得度菩萨，他就现什么身来为说法啊。那么我们看到普门品啊，楞严经观身菩萨耳根圆通章啊，这个华严经的观自在章啊，这个称为观音三经。那普门品。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应以什么身得度菩萨，就现什么身来为他说法。啊，现那个身干什么呢？重点在说法。啊，如果你不说法，你现那个身对他也没有帮助。啊，说什么法呢？啊，说这个众生啊，他现在他需要的。说这个法啊，比如说现在众生呢，他很希望赚钱，很希望发财啊，这个全世界的众生呢，啊，都是这样的啊。如果他去求观音菩萨啊，他求观音菩萨，观音菩萨呢就会现啊财神身而为说法啊。说什么法呢？啊，说教他呢得财富的方法。你不是要发财吗？那你怎么样才能得财富啊？啊，你要认识因果，要如理如法啊，这样去修学，那你就能发了嘛。那么佛在经上给我们讲的很详细啊，财布施呢得财富啊。财富是果报，财布施是修因，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啊，你要得什么果，你就要修什么因，啊，那个因果它才相应。啊，你不修那个因，想得那个果，那怎么会能得到呢？啊，所以菩萨呢，重点在说法，告诉你这个理论方法，啊，你依照这个理论方法去修学，那就能满你的愿，解决你的问题了。啊，那说法呢，我们现在讲叫教学啊，他教你啊，教你学习这个方法了。啊，所以佛教有没有迷信呢？一点迷信都没有。啊，那不了解的人呢，啊，认为是迷信啊。那其实呢，佛教并不迷信。
那么这个大慈悲心摆在第一个，啊，就是告诉我们呢，观世音菩萨呢，他在果地上，啊，他的作用就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帮助一切苦难众生离苦得乐。那么我们现在呢，也很想慈悲啊，啊，不要说大慈悲心了、啊。一个小慈悲心都生不起来，那何况大慈悲心呢？啊，那么要达到大慈悲心，怎么样你才能这个让这个大慈悲心现前呢？啊，那下面呢讲的啊，啊都是大慈悲心的相状了啊。啊，这个大慈悲心啊，它是一个总代表啊，那么它涵盖的下面讲的这些心。啊，所以这些心呐、啊，你要把它合起来，你不能给它一个一个分开，啊，你一个一个分开啊，那就错了啊。它是相关的，它是有关联的，啊，它不是分开的，不是独立的，它是相关的。啊，那大慈悲心是总，所以摆在第一个。啊，那怎么样大慈悲呢？平等心事啊，你看呐、啊，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这个大慈悲呢，不是说我喜欢的人我就慈悲，不喜欢我就不慈悲了啊。那个不能叫大慈悲啊，那个叫爱缘慈了啊。那个不但啊不能称大慈悲呢，连这个法缘慈、众生缘慈都谈不上。啊，大慈悲就是无缘大慈，同理大悲，愿心平等。啊，那么你对于对你有恩的人，你慈悲啊，对你冤家债主一心找你，常常找你麻烦，要陷害你的人，你对他还慈悲吗？啊，这个慈悲很难生起来啊，那就不是大慈悲心啦。啊，那属于爱缘慈悲，啊，我们一般凡夫啊，都属于爱缘慈悲，自己喜欢的人，啊，自己认同的人对他慈悲，对他不认同的不慈悲了，啊，这是我们凡夫，啊，如果这个境界比较高一点的人呐、啊，啊，他有众生缘慈。众生就是大众，啊，大众，他为大众想，为社会想，为整个国家想，啊，现在呢，一个人啊，不要说为一个国家了，他为一个家庭想的人都不多了，啊，你要为一个家庭想啊，那么就会。照顾这个家庭啊，你看家庭里面啊，为什么一个家不成家呢？他这个家庭的成员啊，啊，这个夫妻、父子、兄弟、姐妹啊，各有私心，自己都顾自己，不管这个家，这个家就不兴旺啊。那自己的家，他都。不顾了，你说他还会关心社会啊？啊，他到你这个公司来，还会关心你这个公司吗？肯定不会的。你想一想，会不会？啊，他家里就不顾了啊，那他会顾到什么公司呢？啊，他也是为他个人，为他个人的利益。啊，他不为公司，不为全体员工福利来着想，
所以呢，我们这个社会上常常看到劳资双方啊，劳方也自私自利，资方也自私自利，都是自私自利，所以常常闹纠纷。为什么呢？他还没有为这个公司想，上面没有为下面想，下面没有为上面想。所以呢，大家想一想，如果是这样，那这个公司还会有什么前途呢？但是大家呢，都是没有想通一点。你这个公司好了，你也才会好嘛。如果这个公司倒了，那你有好处吗？你也得不到好处。彼此都是相关的嘛。都有关系的嘛。那自私自利呢，到最后呢，大家都是死路一条。那我们出家人住在道场，那有几个人他会为道场来着想，还是为自己想？就顾自己，很自私，他不管道场，他不关心道场。那你说这个道场还会兴旺吗？也不会了。所以以前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常常听他讲一句话他说搭人家的船就希望人家这个船会跑得快，跑得好，跑得稳。那这句话呢，我也常常记在心里。所以呢，我从在家到出家我到任何一个道场我只是去帮助人家兴旺道场。那有很多人说这个很多人我们去做法会他道场收入多少赚很多钱我说我去让人家赚钱总比人家亏本好嘛。如果我去那间就倒了，那我觉得这样不好嘛。那赚钱好我说这是好事不要说我走到哪一间道场，那一间道场，我离开他就倒了，他倒闭了，关门了那这样就不好了。所以我们就要长存这个心，为一个道场团体那么再把这个心扩大，不断的扩大。这样我们这个心才会达到平等，才会达到平等。如果这个心不平等你大慈悲心生不起来。你说我的心是大慈大悲，但是还不平等，那这个大慈悲心也是假的。那我们想想平等。这个平等两个字现在全世界呢都很需要现在呢世界这个地球上的人类呢，大家都希望世界和平能够和睦相处，平等对待。为什么不能和睦相处？因为没有平等那不平它就不能和睦了但这个平等也很难为什么很难呢？因为有分别执着你想平等就平等不来，没办法也不是不想平等，但是没办法，还是不平等就是因为有分别执着。分别执着，执着什么呢？执着我，有一个我执，人我执在《金刚经》讲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后面那三个相都从我相生出来的那这个四相它是相关的
啊，你有我执着这个我这个相，那你我你有我出现了，那你我的对面是什么？就是人啊。那我跟别人呢、啊，它是对立的。啊，那对立的会怎么样呢？啊，我会为我保护我自己嘛。啊，为了我的利益呢，就不惜去伤害到别人的利益了。啊，就会做出损人利己的事情。那从我执产生的嘛。啊，他不会为别人想，都为我自己想。啊，那这个自私就自私到极处了啊，只为自己个人啊。啊，那么我人啊，再发展出去就众生。啊，这个执着不断了、啊，叫受执，受执就是你这个执着的心呢、啊，从来没有间断过啊，叫受执相。啊，那个受执相是这个意思啊，不是他那个人很长寿啊，不是那个意思。寿是时间的意思，就是你从无始劫以来这么长的时间呢，这个执着都没有放下过。啊，所以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啊，你有这个四相啊，你心怎么能够平等呢？啊，你想平也平不了啊。啊，那么要达到平等心啊，下面就讲了啊，无为心事啊，下面呢、啊、讲的这些呢，都是修平等心的啊，无为啊，无为心，这个《金刚经》啊。讲了很多啊，大家要知道这个怎么叫无为啊。啊，要深入金刚般若啊，你没有深入金刚般若啊，就不懂得什么叫无为啊。啊，也不知道什么叫平等。啊，无染着心事。啊，这个无染浊就是没有污染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心都会受污染啊。为什么受污染呢？因为我们现在用的是八识阿赖耶。阿赖耶怎么污染呢？因为我们落印象，善恶无忌都落印象啊。那么落印象啊，它就有因果啊，就会出现了、啊。十法界一正庄严的因果出现，那么没有染着呢，他就是舍事用根了，用根中之性，他不落印象，不落印象就不受污染，那心不染着啊，这个在唯识讲啊，叫转世成智了，他不受污染啊，那么这个是讲比较高的。比较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呢，它这个标准是在这里啊，就是明心见性的标准了啊，没有染着啊。下面讲啊，空观心事啊，那你怎么样让这个心没有染着呢？我们也很想不染啊，但偏偏要染啊，因为我们不知道啊，这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个叫空观了 啊。那么这个空观呢，也要修的啊。空观啊，这个空观呢，有虚空观跟体空观啊。体空观呢，就是说教我们啊修这个。空观啊，
直接叫你观这个体，当体就是空的。啊，像这个《金刚经》教我们这个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直接叫你观空了。啊，那么小乘法呢，一般都是用虚空观，啊，虚空观呢，就是用分析的，给你一桩一桩分析。啊，那么分析什么呢？分析因缘，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因为这一切法都是各种因缘啊聚合起来而产生的现象。啊，这个缘聚它就有，缘散它就没有了，就灭了。啊，那么一桩一桩的分析啊，这个对根气比较钝的、比较执着重的呢，用虚空观给你分析。啊，比如说给你讲啊，这个房子是空的，这房子明明是有这一栋房子，怎么会是空呢？啊，你跟他讲当体即空，那怎么空啊？啊，明明有啊，怎么会空呢？他不能体会啊，那这个就要给他用虚空观啊，给他分析了。他说这个房子怎么来的啊？怎么会有这个房子啊？啊，这个房子怎么构造成为一栋房子的啊？哦，然后来分析。哦，那先有这一块土地，哦，然后要挖地基啊，然后要用什么建筑材料啊？要多少钢筋，多少水泥？啊，要人工来计划，啊，来设计，啊，然后啊，各方面的条件把它组合建立起来，哎，就成了一个房子啦，啊，这个房子这个像就出现了，啊，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房子拆掉，啊，那拆掉了，啊，又是。一堆石子、水泥、砖块、钢筋，就是这些了。啊，房子像就没有了。啊，那么所有一切万法呢，就是像这样的。啊，这个叫虚空观。啊，那每法呢，啊，都是因缘合成的。啊，这样一分析呀，啊，现在这个科学家呢。透过这个科学仪器呢，越分越细。啊，现在科学家呢用的那个叫虚空观啊，但是要透过科学仪器，啊，研究了半天呢，现在才明白啊，原来没有物质存在。啊，现在量子科学家呢，这个发现了，啊，没有物质，啊，但物质的现象怎么产生呢？是我们这个众生啊，这个意念啊，相续累积而成的，很快相续累积而成。那这个说法呢，跟《华严经》啊，啊，这个佛问弥勒菩萨，那弥勒菩萨回答佛的话呢，那就有相似了。那佛问弥勒菩萨啊，这个万事万物怎么形成的？啊，弥勒菩萨回答啊，都是念头累积形成的。一弹指啊，有四刹。这个一个弹指啊，就有。320兆次的生命，就是320兆的念头啊，一个弹指就有320兆的念头啊，你的320兆那个科学仪器也测不出来啊，这个我们凡夫怎么会知道呢？啊，那个要八地以上不动地的菩萨他观察到了。
这个我们一个坛子这样就320兆了，那你怎么会体会得到？啊，那这个动作快呢，一秒钟可以弹4次，啊，320乘以4，1280兆，啊，一秒钟就1280兆的次的生灭，就是1280兆的念头出现，那每一个念头呢，念念成形，每一个念头出现，它都有一个形状，这样连续累积起来，变成我们现在看到这些山河大地啦，这些人物。啊，那实质上呢没有，是你那个念头啊很快速连续累积成的。啊，这个老和尚啊讲经最近常用那个啊，这个以前啊放那个电铃啊，那个胶带啊，1秒钟24次24章，那每一章都是独立的，每一章都独立，但是他快速给他转动，哎，他就动起来了，哎，看的好像真的。啊，其实你停下来，嗯，没有了。那我们现在呢，就是那个妄念啊，很快速的，就产生这个身心世界出来啊。你这个念头一停下来，这些都没有了。啊，所以永嘉大师开悟的时候讲啊，梦里明明有六气，觉后空空无大千呐。觉悟之后没有了，啊，这些都是虚妄的。就像做梦一样，所以《金刚经》讲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那么你要呢，深入去观。啊，那么这个观呢，就是说你这个收摄意根啊，要很专注去观啊，那你才会有心得。我们现在心很散乱啊，这个。观照功夫提不起来，啊，你要摄意专精，啊，这样去观，哎，你就会感受到了。那么我们现在呢，只是从一个粗浅的概念，啊，知道这个道理，啊，但是知道之后呢，啊，还是要学习这个观，啊，因为这个观呐，啊，很重要。啊，姜维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里面啊，特别强调，我们学佛啊，修观很重要。啊，他说很多学佛的人呢，学到最后啊，退心了，退转了。啊，那有的学的着魔了，啊，有的学的呢，他改信其他宗教去了，啊，这个都有。那么他说出一个原因啊，他说这个跟不会做观啊关系很大。啊，因为呢你修行不会做观啊，你得不到法喜。得不到法喜呢，你修到最后呢会枯燥无味。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念经啊，为什么念得会打瞌睡呢？大家知道吗？知不知道？哦，看念经念的打瞌睡的也有人啊，念经会念得很累，有没有啊？啊，念的两三步还不累，念多了太累了。啊，偶尔念一下还好，天天念，哎呀，太累了。为什么？啊，如果古大德都念累了，我看个个都不能成就。为什么他们念不累？我们念的就这么累？欸，古大德他们念的他有法喜嘛，我们念的你没有法喜嘛，当然你会累咯。啊，念到最后你就不想念。那这个原因呢跟不会做观有关系，因为你不能随文入观。啊，那你随文入观，你一念这个经文啊，这个整个境界融入那个境界进去了。比如说我们念无量寿经念弥陀经，那等于是游览极乐世界，那你说那个多快乐啊，啊，你入那个境界，那个天上人间你到哪里找都没有那么好的世界，你能感受到那个世界的一点点啊，这个亿万分之一呢，我看你都连睡觉都不用睡了。
啊，这个世间呢，再好的给你，你都不会要了，因为你那个享受没有办法跟那个相比的啦。你怎么会累？啊，因为就不会作怪啊，因为你一旦呢，气入少昏呐，你烦恼轻，智慧长，啊，精神饱满，业障消除，他怎么会累呢？啊，他越念精神越好，啊，念到最后就变无量寿了，都不会死了。那他怎么会累呢？欢喜，欢喜得不得了啊！啊，现在我们呢，有的不断念的会累，有的一面念一面还在生气，还在发脾气，啊，不但啊没有减轻烦恼啊，这个生烦恼，就不会念啊，不会念啊，所以念经念佛都要会念啊，啊，这跟参禅一样啊。啊，这个禅师常常问学人说：“你会吗？你会不会啊？啊，会不会参呢？啊，念佛也是一样啊，你会不会念？念经也是一样，你会不会念？念咒也是一样，你会不会念？啊，会念跟不会念的差别很大的啊。啊，那么这个跟观有关系，你懂不懂得做观？观就是把你的观念扭转过来。”啊，你转过来，你当下就得自在了，得清凉。那转不过来呢，那就烦恼。这个很现实的问题啊。说现实呢，佛法是最现实的啊。你转得过来啊，你就得解脱了，得自在了，快乐无比。啊，转不过来，那就痛苦无比。啊，所以我们要学空观。那么这个不学习这个《金刚经》讲义啊，也不行啊。所以这个《金刚经》讲义啊，我们还是有必要啊，要学习啊。这个过去老和尚讲经也常讲，我们修净土的人呐，啊，本来是一部经就够了啊。那么一部经够了，是什么样的人呢？他真放下了。啊，这个身心世界呢，他真的不贪恋啊，真想去极乐世界了，对这个世间毫无留恋了啊，这样的人可以。那我们问我们自己，我们放下了吗？我们还会不会贪生怕死啊？啊，到医院去检查呢，听到结症了，就吓得都六神无主了。那你还说要去极乐世界都骗人的？这个阿弥陀佛早就知道了啊，你根本就不想去嘛。那想去是怎么样呢？他真放下啊，他不但不恐惧啊，他生欢喜心。那我本来就想要早一天去嘛，现在呢，时间到了啊，非常欢喜，很乐意的啊，这个求往生了。毫不留恋，毫不牵挂啊。那么，如果放不下呢，那就没办法了啊，就往生不了。为什么放不下呢？没看破。空观是教我们什么呢？啊，说穿了就教我们看破了。啊，看破这个世间的真相。啊，这个世间的真相是什么？《金刚经》讲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这个四句偈你不要小看它，我们常常会念啊，这个你念是会念啊，但是你要会观啊，你不会观也不起作用啊。你会观，你会观一分，你就能放下一分。你看得破，肯定放得下。啊，真放下的人，他未必看破。有的人他不懂什么叫看破，但是他真能放下。啊，这个少数有。啊，但是你跟他讲这些道理，他未必明白。啊，但是呢，真正看破的人呢，他肯定放下。
还放不下呢，那肯定他没有真正看破，他那个看破还是达不到标准啊。真看破了，哪有说放不下的？那你不知道才会放不下，你知道了你还放不下，那他肯定放下的。啊，所以看破啊，明就是要从明理开始，明白道理啊，深入这个义理啊，然后你再去取观啊，这个观啊提得起来，哎，你就放得下了，你当下就放得下，你观不起来了，还是放不下，还是会执着这个世界啊，这个世间。真有啊，什么梦幻泡影，我看都是真实的啊。啊，那执着这个，他就放不下了。啊，那么我们从哪里观呢？这个空观要怎么观呢？你去观察呢，一切众生啊，从生、老、病、死。这个过程啊，人到死的时候，你说这个我们一切能带得走吧？他的财富带不走，你钱再多啊，王永庆很有钱，他死了，他这些他的产业带得走吗？银行存折他带走了吗？没有。啊，他的家属，啊，这些员工带得走吗？带不走。他这个身体带得走吗？也带不走。啊，他的名望、地位、财富、事业、亲情，所有一切没有一样带得走。啊，这就是《般若经》上讲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那如果你真观察到这个境界了，那还有放不下的吗？啊，这个大概不会了。啊，那么也有人提出一个问题，那我们放下了是不是这个事业啦，什么都不要做了？啊，这个也不是。啊，那么你做的呢，你就是不会过度的贪求。啊，你会做到恰到好处。啊，不会过分的去贪求，啊，因为你知道了，你贪得那么多，啊，贪心增长，啊，财富累积很多，啊，到时候你一样也带不走啊。啊，只是增长贪心而已啊。啊，那又何必呢？啊，所以呢，你转一个心态，啊，你做一切事业呢，不是为自己得什么财富，不为自己，啊，那这财富很多，为什么为谁做呢？为大家做的啦，啊，为大众做的，啊，就菩萨讲的布施度，啊，为大家的。啊，你这个事业啦，可以养很多人，帮助很多人，他有就业机会，他能生活，为他们做的，不是为我个人的。啊，那心态不一样啊，做的事情一样啊，一个是凡夫，一个是菩萨，那截然不同。啊，凡夫跟菩萨呢，差别在哪？在心态不一样。那菩萨为别人做的呢？他做得成也好，做不成也好，他都自在。啊，那他不是为自己嘛？
他说放下就放下了，做再大的事业，他说放下就放下，他不会去执着，那不是为我嘛，是为大家的嘛，没有我嘛，那哪有放不下的？他随时放得下，提得起放得下。那凡夫就不行啦，放不下。那放不下呢，能不能带得走呢？你还得要放下，又不是说你放不下就可以通通带走。那这个佛也劝我们说，那你就不要放下了，因为这个可以带走的啊。否则你这个带不走，你放不下，到最后也得放下啦。那何必呢？啊，何必去挂碍呢？那就很冤枉啦，没必要啦，不值得啦。啊，所以带不走的佛劝我们放下，带得走的佛劝我们提起来。什么带得走呢？你的善恶业啊，这个所谓万般将不去，唯有业随身，什么都带不走。那我们一生啊，造作的善业恶业，这个跟着你走啊，这个业力啊，牵引你到另外一个环境去往生啊。修善业呢，牵引我们到人天善道去往生；修恶业呢，牵引我们到三恶道去往生。我们念阿弥陀佛修净业呢，牵引我们到极乐世界去往生，这个带得走的啊。那么念佛啊，这个净业带得走，所以佛劝我们多念佛，那是真的。啊，其他是假的，啊，假的呢，就不要放在心上，真的啊，要放在心上，啊，这样就对了。啊，这是啊，佛教我们的啊，就是要修净业，啊，其他呢，都是梦幻泡影。啊，没有一样啊是真的啊，但是我们凡夫呢，就是看不破啊，因此也就放不下了。那么我们听一听这些道理，我们也明白，还是放不下啊，说明我们还没看破啊，还没有真正看破。那么没有真正看破呢，这个空观心就很重要啦。啊，这个观就很重要了，不能不学了。啊，那么我们这一生想要有所成就啊，这个不能不留意啊，这个一定要留意。啊，这是讲空观啊。啊，我们要学习这个《金刚般若》啊，啊，学这个《金刚经》讲义啊，这个帮助我们啊观空啊。那么下面讲恭敬心事啊，这个我们昨天也跟大家报告过啊，佛法从恭敬中求，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啊，那么学习四出世间法啊，都从恭敬中得来的。啊，所以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第一愿就是礼敬诸佛。啊，这个礼就是礼貌，啊，礼貌的礼，敬就是恭敬。啊，那么恭敬心是在里面的，表现在外面呢，就是礼。啊，所以我们这个常理举要啊，李老师编的这个常理举要，我们也有必要学习。啊，现在的人不学习理，不懂得。啊，那么你学习恭敬，你没有理啊，你就没有具体的做法。啊，我很想恭敬啊，不知道怎么做。啊，所以伦理上讲啊，恭无礼则喜，慎无啊，
公无礼则劳，圣无礼则喜。啊，这个恭就是恭敬，恭敬你没有这个礼节啊，去节制，那你就很疲劳了。啊，你就很疲劳。啊，那比如现在的人不学这个礼啊，他也不懂。啊，我们跟他讲，他也体会不到。啊，比如说看到法师呢，啊，顶礼三拜，法师说一拜，他偏要三拜，他就很劳了，就很疲劳了。啊，那你看到每一个出家人，那如果到那个大寺院，几百个出家人都剃光头，是一个一个三拜，你拜得完吗？有没有办法？那你就不晓得该怎么办了。那我很想表达我的恭敬心呐、啊，啊，那看到出家人就要顶礼三拜啊，那每一个出家人都要平等恭敬啊，一个一个拜三拜。啊，如果你这样拜的话，我看那个出家人啊，看到你就吓跑了。啊，如果我看到，我也会赶快跑。啊，因为这个没有礼。啊，所以这个礼拜就是说你在什么场合行礼。啊，在什么场合你就不要行礼。啊，像沙弥利讲啊，在马路上走你就不要顶礼了。啊，在吃饭的时候你也不要顶礼，睡觉的时候也不要顶礼。啊，人家在谈话的时候，你也不要顶礼。啊，他有适当的时间、地点，那个时候你再来顶礼。啊，不然呢，你看到就要顶礼，就要拜，那，啊，你累没关系了，那个出家人啊，比你更累啊。啊，所以这个叫恭无礼则劳。你恭敬心没有礼貌，他不懂这个礼貌啊！一方恭敬心，但是呢，彼此都很疲劳啊，都很累。啊，所以要学这个礼，就是这个道理啊。慎无礼则喜，慎就谨慎，谨慎是好事，但是呢，没有礼节去节制呢，也会呢不自在。啊，就是不晓得该怎么办，啊，产生这个状况，啊，所以要学礼，啊，所以礼敬诸佛，他为什么加一个礼呀、啊？就是这个道理，啊，戒律是出世间的礼，啊，那还有世间的礼，啊，这个礼记是世间的礼。啊，那么出世间、世间礼都要学习，啊，这样啊，我们才能具体的表达恭敬心。啊，所以恭敬心啊，这个好心啊，这个每个人都有，啊，都本来具足的。啊，那么如果没有礼呀、啊，这个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做，不知道怎么具体去表达，啊，所以有一些人呢、啊，他没有礼貌，啊，没有礼貌呢，因为他没有学这个礼，不懂礼，不懂礼貌，那不懂礼貌呢，并不代表他是坏人啊，他心很好啊，啊，不是说不懂礼貌的人他是坏人，不是啊，啊，反过来讲啊，有一些懂礼貌的人啊，他反而心很不坏。啊，他那个礼是假的，啊，不是真的，啊，他没有恭敬心，啊，他是有企图心，啊，不是恭敬心，啊，他有目的的，啊，那在历史上也有啊，啊，所以这个是讲啊，恭敬啊，没有懂得啊，礼敬诸佛啊，要学习礼，啊，所以以后有机会我们也要学习常礼举要。卑下心事啊，这个卑下心呢，就是我们自己呢，把自己降到最低了。啊，为什么
要悲下心呢，因为我们众生啊，有我啊，有我呢，四大烦恼就常相随了。我贪，我嗔，我痴，我慢啊，这个共高我慢啊，那就没有悲下心了啊。所以这个傲慢心啊，凡夫与生俱来的，大家都有，不要学的。啊，过去老和尚讲经常引用李老师讲的啊，李老师以前讲经啊，常讲啊，他说这个傲慢心啊，大家都有啊，不是说很富贵的人他傲慢，共高我慢，很有才华的人共高我慢，他连那个乞丐啊，穷的都向人家要饭了，他都还有傲慢心啊，那个有钱人从他面前走过呢，他说哼一下啊，就只有个几个臭铜钱，有什么稀奇啊？他还觉得呢，这个有钱人不如他嘞啊，所以这个傲慢心啊，大家都有啊。所以儒家教学啊，教我们傲不可长，都傲慢大家都有，你要控制好啊，不要让它一直增长，要让它降温呐、啊。那么佛法要求，因为要出三界，要断烦恼，这傲慢要断。不是只有不可长，那儒家呢？因为只讲到人道啊，来生再来做人，所以他的要求啊没那么高，就是你不要增长啊，可以做个圣贤君子啊，不要增长。那佛法要出三界，所以要求要高，要断啊。那么有悲下心，才会有恭敬心。那么印光祖师常常教我们啊，说看一切人皆是菩萨，唯我一人实是凡夫啊。这个就是教我们啊，怎么修悲下心。那只有我一个凡夫，大家都是菩萨啊，示现啊来教我这个凡夫的啊。就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啊，所有的人都是活菩萨，只有他一个是学生。所以他一生成佛了。那么这个是讲悲下啊，无杂乱心事啊，无杂乱啊。我们现在的心很杂很乱啊，我们要想让它不杂不乱啊，也没办法，做不到。啊，这个也是我们要学习的。那么我们念佛法门啊，要念到一心不乱啊。但是我们念佛念很久了，这一心不乱啊，都还没有消息啊，似乎啊也很难啊。的确呢，也有它的难度啊，特别在现在这个时代啊，花花世界五欲六尘啊，这个。内有烦恼，外有诱惑，外面这个诱惑的环境太大啊！现在呢，六根接触六尘的环境啊，都是刺激我们起心动念的啊！所以现在这个时代呢，修这个无杂乱心呐、啊，特别的困难啊！事物啊，太多了，太杂了。啊，难免啊，我们这个心啊就很乱了啊。那么古时候呢很单纯啊，比起我们现在单纯多了，不要说太古，五十年前跟现在就差别很大啊。那么在这个时代要修无杂乱心呢啊，我们要想办法来修啊，就是有一些外缘啊可以避免的，我们就尽量避免啊，避免外缘啊，让这个心静静啊。我们还没有成就定慧啊，没有办法说
接触这个五欲六尘啊，不动心的，我们做不到。啊，做不到之前呢，你先避开。啊，所以修这个斋戒啊，小乘法修斋戒呢，他就叫你远离。啊，你看了你就会受不了嘛，那你就远离避开，不要接触。啊，先让你这个心静一静。啊，这个叫戒。啊，戒就是防止。那么这个心定下来了，你智慧开了，啊，你有定慧的功夫了，也就是说你能起观照功夫了，观照功夫得力了，那么你再去接触，那就不受影响了，啊，那个就没有问题了，啊，如果我们功夫不到啊，你去接触啊，我们修定就很困难。所以这个戒啊，斋戒，我们在我们功夫还不得力的人来讲啊，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帮助我们修清净心啊，斋戒就帮助我们修清净心啊。那么这个老和尚常劝我们呐 啊，不要看报纸啦，看新闻报道啦，心会比较清净，的确是这样。啊，然后你不知道啊，天下太平啊，都没事，啊，知事多时烦恼多啊，事人多时是非多，啊，对我们修无杂乱心啊没帮助，反而有妨碍。啊，那么我们念佛法门呐，是修无杂乱心啊一个很方便的方法。方便方法，那么我们现在呢没有办法说24小时都无杂乱，那么我们每一天啊起码要有10分钟15分钟啊修个无杂乱心，这个也有需要啊，先静一静啊。像这个金刚经讲义啊，江伟龙老居士讲啊，啊我们每一天要上班工作啊，他就举出啊佛啊在这个《金刚经》给我们示现的啊，佛呢示现的就是每一天都要去托钵的啊。那么就好像我们世间人呐，每一天你都在这个尘劳里面，为了生活嘛。那佛呢，他也为了生活，每一天他要吃一餐饭，要出去尘世里面呐、啊、去托钵。那我们世间人呢、啊，你要到尘世里面去工作。啊，也是为了衣食嘛。那佛这个示现呢，就是给我们示现这个意思。啊，那么就是说，你该工作的时候，为了衣食、啊，那么去为衣食来工作。那么这个衣食有了，啊，你下班了，你回家了，啊，那佛呢，托钵完了，吃饭吃好了，那干什么呢？趺坐而坐，洗脚。在印度只有洗脚，啊，洗脚啊，因为为什么洗脚呢？因为都是打赤脚，没有穿鞋子啊，所以回去洗脚。洗脚呢就打坐，啊，那打坐呢让心静下来，静一静，啊，放下万念，心静一静，啊，然后修观。啊，那么我们每一天呢、啊，这个也要有半个小时的这个修观。啊，每一天你工作完了，要下班了，要静一下，静坐。啊，起码要有这一段时间呢，修无杂乱心，让心静下来，不要杂，不要乱。啊，那么对我们工作啦，各方面啦都有帮助。啊，心越清净啊，智慧就越开显。无见取心事。啊，这个见啊，这个金刚经讲啊，前半段啊讲离事相，后半段讲离事见。啊，前半段讲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后半段讲啊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受者见，这个境界更高了。
啊，前面呢，离事项啊，功夫比较浅，啊，小乘人离的事项，啊，那么大乘言教呢，这个初信到七信离的事项，啊，那么再提升呢，就离事见了，离事见了。啊，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所者见。啊，无见取心。啊，这个取是什么呢？没有，没有取。啊，《金刚经》上讲的。啊，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啊，这个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啊，这个就是无见取心了。你不取一相，你只要对那个相你不取，啊，你要观那个如如不动，不要去取那个相。啊，这个一定要深入《金刚经》啊，这个没有深入《金刚经》呢，这个我们。不明白什么叫无见取心啊！啊，你现在看到这个相，看到了，啊，你要去观那个如如不动，不要去取那个相。啊，你一取相就动了，就起心动念。啊，因为我们本性是如如不动的，它本来就不动的，现在起了妄动，为什么妄动？你取相了。啊，那个相是怎么来的？你动了那个念头出现的，你那个念头不动了，这些都没有了，都不存在了。啊，所以这个要从《金刚经》去深入理解。啊，无上菩提心是，啊，无上菩提心就是我们一般在经上常讲的，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这是无上菩提心。啊，那么这个心经也给我们讲啊，一切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都是从般若里面所生的。啊，所以般若呢，是一切诸佛之母。啊，一切诸佛的母亲，都从这里产生的。啊，这是无上菩提心。啊，那么这个从这个平等心到这个无上菩提心这一段经文啊，啊，实在讲就是讲般若啦。啊，因为佛法是般若为中心的。那么你没有般若啊，你没有智慧，你就不可能有大慈悲心。你说你没有般若智慧，你有大慈悲心，那是假的，那不是真的。啊，那么这一点呢，我们不能不知道。啊，一定要知道啊，这个是，般若智慧啊，非常重要。当知如是等心，即是陀罗尼相貌。那么，这个观音菩萨给大梵天王讲说：“你应当知道，如是等心，等就是包括其他的，啊，还有很多很多，啊，这里没有讲到的，啊，即是陀罗尼相貌。”它就是陀罗尼的相貌。如当依此而修行之，啊，你应当啊依此而修行。啊，这个是重点啊，我们依此而修行之。啊，这个经文啊讲的简略。
那么我们如果没有深入这个《金刚般若》啊，没有深入这个《心经》般若经典啊，不知道怎么修啊，不晓得从何修起，从何下手，就没办法修了。那么这一段经文也是告诉我们啊，我们要真正跟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相应，那么你必须啊学习发这个心啊。那么要学习发这个心呢，你没有般若智慧不行，发不起来。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大梵王言，我等大众今始视此陀罗尼相貌，从今受持不敢忘失。那么这个是大梵天王那么在向观音菩萨报告了听完观音菩萨呢，说了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的相貌形状，那么大梵天王呢，我等大众说我跟大众现今今就是现在了，才开始认识这个陀罗尼他的相貌相貌就是知道它的内容到底是在讲什么。因为不知道这个内容我们就修的念的这个大悲咒呢，就得不到经典上讲的这个殊胜的功德利益。你看正得出果到四果，从初地到十地，你就达不到。那么如果你有这个空观心这个方便这个咒力的加持，那就可以达到这个正果这个目标。因此我们要知道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怎么来学习这次显密要能够圆融显密要圆融所以显当中有密，密当中有显这是分不开的这是分不开的。那么刚才我们提到这个修学般若经的重要特别我们现在呢做法会常常念心经念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那么这个心经我们常念但是呢也不晓得怎么去观念得很熟悉但是不懂得做观因此呢念的人很多，但是呢疑惑也很多那么我在日本跟着日本和尚他们也念心经他们都把那个心经意思呢解释得太离谱了太离谱了这解释好像一个故事一个神话那真的是太离谱所以这个经教不能不讲。不能不讲，所以老和尚，2002年去访问日本，也一直劝这个日本的法师日本的出家众，要讲经弘法，宣扬经教，不然大家对这个佛法的意思都错解了、曲解了、误解了，那这个就。这个就变真的是变成迷信了那人家说迷信了一点不假那么还有一些用猜的他不学习经教那用一些一般的知识去理解佛经那都完全错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他不懂那个意思，乱猜乱讲那也不向人家请教
啊，自己乱编，哦，还编故事啊，这个都会给人家误导，错误的引导。啊，他这个佛法呢，你这个道理呀，说明白了，一点都不迷信。啊，那空即是色，色即是空，啊，告诉你啊。色跟空啊，它是一不是二啊，你不能给它混加的。空在哪里啊？啊，你没有空，哪有色？那你没有色，你那里说空，那不是多余的吗？啊，所以告诉你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那么换句话说呢，就是有就是空，空就是有啦，空有不二啦。啊，让你去体会那个意思。啊，那么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万法它的真相，就是这样。啊，当体是空的，相是有的。啊，那这个虚幻的相从哪里？从那个空体生的。啊，好像那个电视荧幕是空的。啊，哇，里面哦很多相，啊，无穷无尽的相，啊，那个相是有，啊，但是有当中呢，你看到那个相，它当体就是空的，啊，没有现象的时候是空的，当正在现象呢，它还是空的嘛。你看那个电视荧幕呢，是不是空的？你去摸，空空的啊。啊，但是呢，你也不能说它没有相啊，有啊。所以呢，那个电视荧幕啊，这个节目出来啊，你就想到观经这句话：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你看电视也会开悟嘛，啊，你常常这样做惯了，真的看电视都会开悟的，看一切事物都会开悟的。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下面啊的经文啊，我们下一次啊，下个星期。啊，下星期一啊，我们再继续来学习。